好像我再找一个点，如果有个学生听到的是那些跑动啊，像黎明的前面啊，我看看啊有哪里啊，比方说他到了中间，不知道大家就有一段是这样，比方说如果有个学生弹的很溜，他弹成这样，老师肯定不喜欢，我也不会喜欢，我要给他打分，我一定特别特别不喜欢。为什么？弹得跟哈农一样。那以右手为例，就不能弹成，那就是其实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弹琴能弹得快，弹得响，有渐强渐弱就好了吗？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中间第一个概念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平均的。首先音量不是平均的，第二你的划分方式也不是平均的。举个例子说，我会听到，然后第二次我的想法会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弹的完全是平均，这个就是说书上所有的记号都做到了，手指也干净，可是我觉得没有音乐啊。真正的音乐我觉得是根据比方说像作曲家在这里的写法，他的这个怎么说，他的这是四个音的这种音型，然后再是这种音型，所以然后包括他这个渐强的这个位置，像那个咪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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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我甚至觉得是个应该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坚强艰难的感觉，不是艰难，越艰难越强，这个坚强的意思，这种感觉慢慢慢慢把这个紧张度提上去，所以是这么弹的。如果它很溜，大家想一下，这种学生啊我见了一大把，所以六一定不见得就是好事儿。所以小朋友们，尤其说你还没有到很专业的地步，你如果光光在那里练琴，说我每天慢练变节奏，我就要练得快，我练得响，那音乐呢？音乐在哪里？是不是？据我所知，我觉得这么多音乐里面完全均匀的六的嘟嘟嘟嘟嘟嘟的这么弹的其实还真的不多。像我现在想，我完全想不起来是有什么音乐，甚至比方说很比方说像那种什么740第一条第二条，比方说你也不能弹成，不能这么弹呀。所以我觉得六的不是好的，要能弹得快，可是在能够控制音乐的情况，这个才是真的好。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像我刚弹的那个黎明的这个里面，它还有分主干的旋律和底下相对不重要的音，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对，所以这个是我想第几个坑，第四个坑，对吧？好，最后简单讲一个我觉得特别大的坑吧。是什么坑？我觉得还有一个坑是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坑哦，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讲的会不会有人特别不喜欢我这个概念。我有学生，其实是有，我有一些学生啊，父母亲是特别特别的想要孩子好，然后呢，花好多钱找陪练。我想说就是这个陪练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陪练分好多种。我觉得如果那个孩子呢是一个善于动脑的人，然后那个陪练也要非常非常的明白说你要陪的是什么，我指的是什么，就是陪练不能就告诉他说你练这里响一点，这里轻一点，
这里上去，这里下来，这里节奏控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小孩就开始不动脑了，你知道，他会觉得说嗯，我就是做，他就像一个让你训练你们家的小宠物那样，说做这个动作做那个动作。那你小孩长久以来说，反正会有人帮我全告诉我说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有的小孩子过于依赖陪练是不好的。那同理啦，我个人来说，我自己作为老师来说，我也总是觉得说应该教会学生怎么练琴，而不是教会他说这里要响，这里要轻，而且甚至还要教会他们说，我觉得是两类啊，我自己有两类学生。如果我发觉那个孩子其实他并不适合搞音乐，或者说不适合做专业，那我觉得这个目的一定是说你应该培养他对音乐的兴趣。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他如果没有时间练好多好多琴的话，我就觉得说让他的那个技术要够用合理，不要一味的强调说我一定要手型到这个地方，这个动作一定要怎么样。小孩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去告诉他怎么练琴，你怎么思考，你不能每个曲子都告诉他说嗯，这么处理这么处理这么处理，他要学会逐渐处理，不能说小的时候哎容易得奖，那他大了怎么办呢？所以除了教他练琴，你还得教他学习方法。第三点呢，其实跟不论你他搞不搞专业没有关系，还得教他跟音乐文化相关的东西。我经常在想说，为什么有的小孩子会失去学习的兴趣啊？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从钢琴上拓展到文化上，或者说音乐上。小孩他得还是要感觉到美，你得引导他说很美，你还得告诉他一个故事，让他觉得说这个文化怎么有趣。另外还让他有挑战感，所以就是又像我刚刚讲，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像医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作为钢琴教师哦，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我们要做一个心理学家一样的老师，你要观测那个小孩子或者观测你那个学生，他缺什么你要给他什么，如果他缺的东西你老师不给的话，失去兴趣，不想再练琴。我觉得最惨的其实是很多小孩是特别喜欢弹琴的。我觉得音乐是这么多文化中其实最有艺术，不是说最有意思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如果你没有给他快乐的那个东西，小孩或者说那学生逐渐就失去了想要学习的兴趣。所以看给他介绍好的 CD 啊，甚至介绍好的电影啊，告诉他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啊，欧洲文化的东西啊，让他理解说他跟这个曲子的关系在哪里，然后他会发觉说音乐其实不只是音乐，跟所有的事情都联系起来，这个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文史类的一个兴趣。然后有些男孩子哦需要挑战性，然后你给他微微有一点难的曲子拔一下程度，哎，他觉得挑战特别好，他又爱学习。所以我觉得当钢琴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包括你们家有小孩在学琴，那么这个家长在想什么也是一个特别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所以怪不得比方说像我作为老师，我们都会学一门课教育心理学，真的是需要的。好，今天我唠唠叨叨唠了那么多，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问什么问题，我现在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有一个说让我总结一下，我也不可能全部都回答啊。比方说，有说什么激流讲一下，那没几分钟，我觉得挑几个，我觉得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的问题吧。我觉得。哦，有一个踏板问题，有一个问说，想问一下，这个踏板我今天确实没有讲到，我也想讲一下吧，这也算一个坑。我确实觉得太多人太不重视踏板的教学吧。我自己来说，我一个踏板我会教，我连脚怎么动，脚后跟怎么站住，踩踏板的时候怎么听。英后踏板和非英后踏板，这个到书上都是很有。可是我连就是脚怎么撑住，就是那个就是脚跟怎么站住，然后那个脚的动作是怎么样，让踏板不要出声，然后放在那个脚掌的哪个位置，然后呢还要听在每个曲子里那个踏板应该在什么时候换，哪些地方换得早，哪些地方换得晚，我这些我全都教，这是一点。第二个呢？要教他们叫在曲子中一开头，你可以帮他，我是会画一点点踏板，就最小的时候我都会画，会跟他讲明白说你这里为什么要用，为什么要不用，然后呢，我觉得还要其实还要了解，就像刚刚有一个在讲说，就是说那个踏板还跟就是说跟文史还真有关系，你说莫扎特的踏板怎么用，贝多芬的踏板怎么用，用什么版本。然后真的要教给他怎么思考，所以开头我会画踏板记号了。在最早的时候，我踏板都会用。像我小孩子，我用的是菲伯那本书里面那个踏板都已经一开头就开始用。他会教他怎么用，到最后的曲子一点一点加进去，我会告诉他说莫扎特应该怎么用。所以我踏板我教的是特别特别细，可是一练琴也会要求他们说。最大的坑是什么？有的人觉得说有踏板了之后啊，手的连奏就做到了，这个不对，你的手还是连奏要自己练的，然后再踏板。要告诉他们说，不是说踏板那个声音留住了，那就是连奏，声音留住和连奏不是一回事儿，和歌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踏板我稍微提一下啊。好，刚刚有一个。在问说啊，对啊，踏板，所以说我从一开头教的时候。我已经在教踏板了，反正有小朋友的，有小朋友踏板的，踏板一开头就得教。好，钢琴技术视唱练耳音基，什么叫音基？哦，音乐基础吗？音乐理论吗？我的学生每天都要求他们练技术练习，我很多学生到我这儿，我音阶盘全都教。每天保持练，我开头会查说他弹的怎么样，到后来就越查越少，越查越少，到他的曲子逐渐就他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然后在曲子里再去练技术，因为你音阶光音阶跑得快没有用，有可能音阶跑得很溜，然后你跟那个曲子分离开的时候，就变成我刚刚说的跑得很溜，什么都平均，那反而就没有音乐。然后，菲伯作为钢琴启蒙好不好？刚有人在问说左踏板怎么用，中延音踏板怎么用？左踏板是换音色，延音踏板在德彪西里已经很多，这个一左踏板很复杂，可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书，书上是有的。那个视唱练耳，视唱练耳，我觉得视唱练耳最大的用处在于什么？我觉得视唱练耳可以让学生对那个音的高低感要建立，真的要建立。然后呢，还有对那个节奏感。今天我没有来得及讲这件事情，就是好多好多学生节奏感不好，不要觉得节奏就是平均。很多人就是弱起不会进，切分不会进，
其实这个都是时常练耳里面要练到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教学中我老在强调，所以我的很多学生都叫他们去练时常练耳了。相对容易上手的协奏曲，我觉得海顿可以啊，莫扎特早期也可以。嗯，好吧，我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好吗？我看一下。好，我很快的快速回答好吗？有些孩子曲目已经很熟练了，人就有错音怎么办哦？这个其实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说他没有听，他很熟练，他的耳朵错过了，他都没有听见。不能老是练快，要练中速，告诉他你要听到的是什么。就像我前面说那个六的，你得知道说这一句子你想听到的是什么，你得告诉他你要听什么，他的耳朵就才去会查。他如果练得很熟还一直在错音的话，就说明他耳朵听不见。那么耳朵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从小要训练。我觉得耳朵，我们弹琴的耳朵真的不是正常人的耳朵，耳朵的训练比想象中的要更重要，更重要。适合孩子看的音乐书籍啊，我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多大。说真的，好多书都挺好的，有一个是贝尔曼写的，我自己会看，比方说贝尔曼写的什么音乐大师笔记，然后有个 Mikovsky 的，关于那个有一本就是教学也特别好，然后包括那个蛋老师的那个书，那套文集里面也有讲教学，其实书特别多，很多翻译过来的书，有些书翻译的还是挺好，有些书微微有点艰涩。如果小朋友很小的话，我个人来说，也许你要跟他，就理论书真的，小朋友的话我不知道，可是大一点的孩子，我自己学生还有一个叫指尖下的艺术，就讲说怎么练琴的，这类书特别多，应该去看一看。还有那个关于巴赫的书也很多，还有那个教原谱的那个关于音乐的书，我觉得写的特别好，所以现在好书特别多，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些不是那么艰涩的读给小孩听吧。那所以非常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这个直播，尤其现在已经很晚了，10点半，非常大家谢谢牺牲睡觉的时间，今天那么晚呢，全是我这边我没有办法，但是很感谢大家。如果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个能对大家有些启发，让我们全国的琴童都不要走弯路，不要入坑，我就觉得我就会特别高兴，也希望能尽一点自己的力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这些年的教学碰到的一些事情，希望能大家避免入坑。好，谢谢大家，晚安了，晚安了。